这个是最新版的金刚夹 USB 版本的手机架，那我们今天就来测试一下它的 USB 版本，然后它用雷霆原厂的充电器的这个充电速度。那我们首先先把它给插上去，它只要插上去以后就可以直接使用，就可以直接充电，然后手机放上去以后它就可以直接开始充电。那我们看一下，现在电量是22%。那我们来测一下充电速度。那这个东西只要转放上去后，只要转三圈，差不多就固定好了。那我们先给它放着。那我们等一下回来看一下它的那个充电速度。那现在差不多已经过了19分钟又30秒左右，那我们看一下充电速度。那现在充电速度是30%。那这一款它是用一般的原厂充电器的充电速度。那假如说，那这一款它的充电速度是5瓦。那假如说要充更快充电速度，可以去参考我们15瓦的那个升级版的金刚夹。那这个现在充电量是30%，那。这次测试大概增加了8%耗电量，就差不多2分钟1%的概念。那今天介绍到这边结束。